2015年的最后一天。那为什么今天呢？青年们要聚集在这边呢？其实，在这一天，我们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是我们的年度预算，台中市的年度预算被国民党的立委所这个背个。所以今天我们选择在2015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，来到了国民党的这个党部前面。那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快闪行动，去来表达我们对于国民党的这个议员背个台中市的议会，不让议会的预算前进这件事情感到愤怒，并表达声明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行动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台电网络基金会国民记者阮博，咱即马咱伫一个国民党诶市东部，台中市东部头前。即马目前是即个学生团体，台中市学生团体在抗议国民党议员背角，即个台中市诶即个医生，啊，即马因以一个行动局来表示因诶抗议，因诶愤怒。肚子好饿，好饿哦！奶奶还说，啊，那我不是也没有午餐吃吗？小女孩点头说，对啊。小男孩说：“啊，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被午餐可以吃？”小女孩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哦。”小男孩想了一想，忽然心发一计谋呀：“我跟你说，我昨天跟妈妈去镇南宫拜拜，遇见了一个阿嬷，这个阿嬷很厉害，什么都知道。”小女孩很开心地说：“是哦，那我们去找她，问她为什么我们没有午餐可以吃。”表示咱台中市的这医生啊，去国民党议员背角，咱的这个学生囡仔会无营养午餐当我吃，咱的老人会无隔水器当倒。阿公为什么没有假牙可以装吗？阿嬷冒失想了一下，我冒唔知咧，但是我想提供给你提醒知哦。啊，无咱来上车门口买提供费啊，好不好？